全家练跟理财一样，不但要知道怎么样花钱，还要知道怎么样省钱。日虎是台湾的在地品牌，让大家花小钱就可以买到时尚的家电产品，这才是聪明消费的最佳选择。冬天寒流冷嗖嗖，日夜温差大，家中的长辈及小孩极容易在这种天气着凉感冒。而在冬季、夏季温度变化大的现在，一般的电暖器早已不符合四季需求。而日虎智能恒温冷暖扇采用微电脑控温系统以及 PTC 陶瓷加热技术，在冬天输出暖风，在夏天吹送凉风，冷热双效合一，让你一年四季一机搞定。在寒冷的冬天及冷热交替的时节，最担心的就是长辈小孩因低温引起的感冒，而日虎智能恒温冷暖扇绝对是一台可以终结室内冰冷的最佳电器。它轻巧好移动的特性，可在任何一个空间放置，不论是游戏室、客厅、卧房或是洗好澡出来，都不会因为吹冷空气而导致感冒。面对寒冷的冬天，再也不必畏惧寒冷了。日虎智能恒温冷暖扇是采用 PTC 陶瓷加热体技术，不但使用年限长，加热方式不需耗氧，出风口也不烫手，是目前最安全的供暖方式。它让冷空气从后方的进气口经加热装置，能高效地送出暖风，温暖整个房间。而为了能大范围地将暖风送到每个角落，日虎智能恒温冷暖扇可大幅度地摆头送风，135度的摆动幅度可以均匀地输出暖风，温暖整个室内。日虎智能恒温冷暖扇更有两段功率的切换，600瓦和1200瓦，可依照寒冷程度去做不同强度的使用。其实你看冬天或季节交替的时候，儿童诊所一定是大爆满，小孩感冒非常的多，尤其像现在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带小孩出门身上一定会穿着厚重的外套，但是当一回到家，小孩就习惯将身上的外套给脱下来，往往就是因为这样，或是晚上睡觉不小心踢了棉被，或是洗澡出来冷到感冒的。自从家里有了这一台日虎的暖扇，我觉得它可以定时轻巧好移动，够热又不烫手。如果家中有长辈或小孩的，真的非常需要这一台。我觉得它的 CP 值非常的高，品质又赞。日虎智能恒温冷暖扇可以调整5到35度的出风温度，解决所有家人因体质不同而针对到底该用暖气还是冷气的困扰。只要使用日虎智能恒温冷暖扇，就可以依个人需求去调整适合的温度来使用。一年四季只要靠这一台，便利又省钱，是家庭最好的选择。下方的防倾倒装置，一旦倾倒就会立即断电，对家中长辈、小孩皆安全。日虎智能恒温冷暖扇更有两段功率的切换，600瓦和1200瓦，可依照寒冷程度去做不同强度的使用。我到以前都不爱去使用电暖器，因为我看到新闻报道，老人使用电暖器呢，常常发现起我，我感觉足恐怖的哦，所以我唔敢用。你睡的时候呢，我甘愿教你陪你睡，我也不敢使用电暖器，因为我怕电线着火。就像买这台了，我感觉很好用的，因为它可以定时，还有很多安全设计。现在我如果要睡，我都定时4点钟，时间若到它就自动关起，安全又方便。在安全设计上，日虎智能恒温冷暖扇采用的是陶瓷加热体技术，不需耗氧加热，也不会过热引发燃烧，出风口也不烫手，是目前最安全的供暖方式。下方的防倾倒装置，一旦倾倒就会立即断电，对家中长辈、小孩皆安全。而长达8小时的定时功能，可让你设定时间关闭电源，睡梦中临时出门也不怕忘记关机。日虎智能恒温冷暖扇，简约的设计美感以及轻巧的体型，可和谐地融入家中的各个环境。白色的利落外形兼具美观及安全实用功能，作为一台时尚生活美学的供暖家电，日虎智能恒温冷暖扇是你冬天的第一选择。日虎为生活添幸福，我夏韵芬聪明推荐。